我你我这方块，哇兄弟们，我现在很难受，我今天这刚录到第二集视频，别这样，我刚发财，我那剑还没用过呢，那 MM 兄弟们开开，既然他嘎了啊，我们直接就化接上回，咱不重新发育了，不然大家看着也烦，对不对？嗨，为了增加趣味性，我们才不可能从头发展，但是呢也不能让自己太轻松，所以我什么都不给自己，只给了一些我们后续可能要玩到的几种方块，这几种方块如果能平稳挑战结束，那么就算我们这一季成功挑战，虽然换了两条啊，这是第三条命了是吧，一组生活方块，因为这是不可交易的，我们只给自己一组，剩下只有150,000 EMC 值，也就是七种方块的总和，先开哪个后开哪个直接决定于我，决定了我们后续还能不能继续玩，所以我肯定先开这个。哎你干嘛，哎呦我好不容易心动一次，你却让我输得那么彻底，哈哈哈哈哈哈，气死我了兄弟们，我绝对不会再先开这个方块了，直接扔，哎直接扔，我觉得负数都比它靠谱，妈呀好贵啊，负数只能买三个，哥别过来啊，你再过来我可就要发动我的仅有64个的方块开出一把武器，你就完了，你再追我，你这是不是给我提醒了，告诉我别碰他啊，只能靠你了负数，哦这是什么，吃了它有神器的力量，果然我现在空手的力量都这么强，哇哦，两件装备，你可以把它看作是装备，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什么 EMC 值，没错，我现在有抗性，我不怕，哇，这都是什么呀，啊新手套装吗，防御力还行了啊，这么看的话咱们防御力还凑合，那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呢，哦眼熟，这不是给咱们开装备的那玩意儿吗，我要是把这个挖了的话就是新手套装，可是没稿子怎么办，我错了哥，我错了，我真错了，别炸了，还好这衣服还有点防御力，这哪来的防御力呀、啊？咱这系列怎么呀这是，来我来我挑战一下，我看我这一集能嘎几次，来来你给我再继续，来来看着我的眼睛，觉得我能通关不会再嘎的兄弟们扣一，觉得我还会被他坑的扣二，我真服了啊，就几个方块啊，加起来超不过6个，你这是干说我呀，你这是，来我就开你，你能把我怎么样，怎么样，他能让我穷他坑我，我是买点便宜的吧，哎对嘛对嘛，朋友们看到了没有，看到了没得，这是傻子吧，看看看看，这又给我掉好东西了，我一看这是个好东西，这祭坛，呜呼，又给了个龙蛋，42吧，看来这个方块靠谱，兄弟们咱就缺这种靠谱的方块，让我小赚一笔，我这药水喝完了肯定是带劲呢，我这兄弟们喝着这药水你不开点生活方块，我直接空手把你带走，穿上他的胸甲再开一个，什么什么这是什么，我窒息了兄弟们，这是哦绝世神器是吧，我已经看不见他的附魔了，嗯属性有点变态。